掌声鼓励啊。那他们刚刚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他们使用的乐器呢有二胡，二胡就是叫做南胡啊，它的音色是柔美动听，它是国乐里面表演力最强的一个乐器，它的角色跟那个小一般那个交响乐团里面的小提琴是一样的啊。那我们谢谢他跟我们表演第一首叫梁宵，接着呢给我们表演第二首曲子叫做梆梆子通，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